希若女婿韩国瑜回到家乡农业大县云林，超高人气持续发烧，洗手张力善进场，走到哪都是寸步难行，短短100公尺走了10分钟，好不容易挤上台，因为支持民众一路太热情，韩国瑜费了好大力气，究竟为了还是气喘吁吁。空拍镜头一看更吓人，会场里头打爆满，明明不是韩国瑜选区，但现场却涌进3万人，气势十足，甚至连会场外围民宅偷天醋，众多支持者不顾危险坐在屋顶站在阳台上，都是为了一睹韩国瑜风采。这个社会真的破败了，咱台湾农业真的生病了，为什么风调雨顺都是农民跟渔民要流目屎，因为你比干不得背出去。卖菜出身的韩国瑜眼看菜价崩盘，点出台湾农业病态，明明大丰收，却因为东西卖不出去，让人民苦不堪言。成立起来农渔产业联盟，我们全部把产品找外销，过来找内销，和农民渔民过上好的日子，好不好？宣布当选后，要和张立善携手成立产业联盟，拼内外销。韩国瑜一连串的对应之策，仿佛成了农渔民的一线曙光。每一个农民渔民被两把刀在杀，第一把刀杀他是没有外销订单，第二把刀在杀我们农民渔民是内销价格崩盘。现场15000张座位全满，中华民国国旗旗海飘扬。过去的卖菜郎回到家乡，如今要为农渔民挺身而出。谢云林综合报道。